第二题，下列何者是再生能源？能源有分再生能源跟非再生能源。非再生能源就是指它是有消耗性的，存量有一定的，用完就来不及补充的。像所有的矿产都是所谓的非再生能源，所以石油、核能跟天然气都是非再生能源。而所谓的再生能源就是可以随着大自然运转，理论上可以永续发展持续下去的，比如说水力就是一个再生能源。所以第二题的答案呢，我们要选的是 C， 水力是属于再生能源。